没有胃口还是多少吃啊？吃一个。来得及。等他帮你洗好了。一直排一排吧。没事，菜就要回家。没事，没事。小秋，这边菜就完了，就完了。对啊。哈哈哈哈哈。有拿太多。有更大盒的，不同口味的。还没洗，不要那么。更大。还没45块。空好了，好了，没那么多人呢、啊。我知道了，他有感情。安检怎么处理？我知道。那有那菜有没有一模一样的呗？好，一模一样哦。对啊。啊，这一条也要一样吗？还是给他秀？这一样这样子秀。哦，所以花样也一样。这条已经很多了。三瓜三做的。反正就这样吧。我们再想办法。你第一样再去多看几个。那其他的我等我跟他说了再说吧。好。他不是要那个脚。那个我还在想，他那个不是靴，不是脚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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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脚套这样，就这样子，脚套，对不对？这是手艺，不用，我还在想要不要呢。好，我慢慢想。我怕那个金条破掉。一次就破，紧张就上班。把我最多做的手套，这个就挂掉了。没想到这个套，这就这样子了。你看那个做下去，一件布料就毁了。你找个方法。我重新比一次，反正就是前面三个用地当环境。是，我是想要不要？等不要的时候，我再。他说他住房还有他，他说防火布料做的。这个是有防火的。我们先布料，做铁的。了解，铁不行，太重，铁的太重。如果现在有这种，可是我也要上面那个毛毛，知道，格书，那叫什么？不是兔毛，兔毛，兔毛，它会烧起来，对，兔毛是真的会烧起来，没有，还有一种药剂喷上去，大师会想办法，比较防火，大师会想办法，他看很多东西会帮你想办法。最近有几个是那个来的？一个，拜拜，没了。一直都没有进到声，好，漏掉，像人家听不懂吗？最近三号是，他都有可能会下来，是不是？反正这个问题很难平日，就是第一个就是还是礼拜六，平日不会。工作人员的，我能下就下。因为他会想，对是不对？他也不知道，他有时候是真的，他状况不好。
上官那时候之前是有讲过，就是最后做晋升的时候，最后才说明，因为那个比较麻烦，或者是王爷要去啊，但是也花不到几秒钟的时间那，所以这个就是提供的前面吗？我今天就先跟他讲说，我有可能会参与，我也叫几个进来，因为他想说多晋升的人就要知道要进几个，我又在看我要不要想。上头直接现在头脑要再动一下，是要知道主观进来，反正不是你们知道跳，我就跟梁志进，他有可能还有没有随时找时间，算了算了，那他如果有下来的话，你们其他人包括他就也很难下来。哦，当然啊，老板来了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状况嘛，对，我都有教他们。最近要怎么？最近老爷爷耐不住了。你们遇到什么不能耐不住了？所以一直叫那个年轻的。所以是老爷爷。老爷爷要老的不下来，对，老的耐不住性子，一直叫年轻的下来。老的想发脾气，在上面再不给他发脾气啊，他只能叫年轻的来发脾气啊。懂吗？他如果下来的青叶品牌，就代表你们的老帝君有点生气，有点不爽，懂吗？懂。所以跟刚刚了解第一个是一样的，了解。无中生有，了解。我嘴已经快要到了，更可怕。我发现你们这些，不要说这些，跟你比较皮要绷紧的人。最近可能都会有一些状况发生，我不想写，也没有什么好写，就是你们的活动进度赶快快一点，然后其他就是一样的问题，我就不想写了。是就是，然后但我只能先跟你们，最近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写了，然后年关要到了。那些皮要绷紧的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发生，哦，那是正常的，但如果该罚的躲不过了，再来还有什么？他最近禁止我吃那个吃了，没有发现我，所以刚没有吃，最近上面都很凝重，那个气氛每一句看过去都笑不出来的，啊，笑出来的都是装出来的，所以其实皮包，你最近状况也不太好，你自己知道吧？吃的好吃哦。天君最近也很少来找你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顺序也是哦。我没看，我就坐在上面，我就知道啊，他都不知道，我就知道，我就跟你讲，那最近上面有点。你没有，你迷失很久了，你不是啊？没有迷失很久，现在因为我可能因为最近遭到我的东西很快，他是他刚接触你，所以他必须要教你东西，不然你九宫太子这样子，阴阳太子这样子，那你怎么有办法达到平衡呢？就是说九宫太子在，可以在后面看。你九龙太子不行，他已经停在这，你应该要爬在这里的，但你现在九龙太子在这里，阴阳太子在这里，那阴阳太子如果可以把你调到这样的话，那就轮流一起。那如果连阴阳太子都不行，阴阳太子如果维持一阵子不行，再换九龙太子回来，再不行，阴阳你们就掉下来了，就两个一起掉下来了，那到时候后果你就自己想了，懂吗？所以趁这段，反正他们现在两个都不在，趁现在这个阶段，你能爬就爬，能学就学。他教你无形的，你学无形的，那你能学有形的就学有形的。讲一句，邱国玉学的有形的还可能比你多一点，他会的还比较多一点。所以就看吧，啊，那个这个公主讲的那个什么突眼大金鱼那个，我在吗？这个问题我在特别加上一个，他就是他也要学东西，但他也不那样学，所以吃完也是在看。就算好吃完要那个东西，但是那个东西他觉得就算磕了，他就没有坐到那边磕了回去也是丢脸。懂。懂吗？所以不服，他比较需要那个。他比较需要盯的，啊，你就是老毛病了，就是看你要不要爬。好，再来。我看。
天津也卡了一段时间了，所以看看把一些杂事看可不可以分配其他人，或者不然你就把时间调配好了。调时间供你目的各事情。你现在就是一米在爬，不是说没有，但是就是天津要的是我快一点。对，但刚刚那个手包紧紧的那个，上面已经很。后面这也算是一个考验难题。那这个考验，这段休息时间他能够做到什么，那是在于他自己。他如果做不到，到最后等他那个正常回来了之后，就谁也救不了他了，懂吗？谁也救不了他的。最难听的一句话就是，你就永远只能定在那个位置，你也没办法接上来，对吧？已经几次了，一次、两次、了，所以你也把话讲难听一点，你知道，因为上面不懂，我可以等，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做，因为反正我已经被骂习惯了。对不起、我每次都要把你们挡着，有的没。我已经很疼你们了，所以你们拜托你们就是能做就乖一点吧，反正能跟你们讲的你们就听了，然后就去改进，或者加紧说一点。这个是已经我已经觉得没救了，不是也不是说没救，但是要的是重点是上面要的不是这个，懂吗？你们在每个人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，懂。所以。老爷爷比这经历的比我们的经历的还要更多，还要更辛苦，所以当然他就是跟他一样，所以为什么他会找他当医生就是一样，他们的经历是很像的，懂吗？会找你的主神是因为经历很像，或者是个性很雷同，懂吗？所以他们的严格要求都是，但就是在想有时候想法方面可能就是不一样。个性一样，但想法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。等下那个放在盒上面，我等下偷吃。不觉得 OK？ 你要再吃一个吗？现在？可是在这个当下，我最近在进这个进来，没有人要去解释，没有这一段时间是不需要。我接下来都不会笑，是因为看到状况，所以我选择了他。没有，我也笑不出来。反正这应该会持续一段时间。那让他来做的状况之下，事实上是。当我笑了，就代表每个人要试着去跟他沟通。当我一下来就笑了，就代表可能有好事发生。但我没笑就是。他选择了。他还有今天下来那个脸掉下来。没有，今天是那个九那个护工员，对不对？也有他也有他也想下来，但是我把他叫他离开。一开始不会去做，后来就渐渐。阿贤，他家自己知道，他也分得出来什么时候。反正今天就讲骨气了，但是我跟他讲，他下来一定没好话，他不会讲像我讲那么多好话，跟你们进行那么多事情，他也是骂人的那样。你们需要，他跟他站同一条线。未来你们都需要我的工作就是守好我的工作，其他都不去做。不是啊，因为哦，的确在他把他绑比较紧了，毕竟他的临时被人家调去，最始跟最终都是他帮忙的嘛。但是今天的这个东西。状况是完全不一样，是在这沉重的一方，沉重的氛围，不会有人的。以前还没那么沉重，你看看。如果是开两天，真的，大家就是提供。好了，没事了。谢谢太多。第二点就留了一点点给我。这个呀。对啊，你们其他人吃吧。好的。那我比划一下。个性像我们在上位置，要多了解一下。上面那，你就一整排的。这么多啊，是谁拿的？信众。关于你的事，其实大家来做修正，因为宫现在真的有点散，真的是这样。那希望大家在这边的调整能够更符合上面的要求。其实刚才太子在里面讲，就是讲说上头有一直要下来，其实我们老弟君已经受不了，所以近期我可能会有一些调整。或许你们会不舒服，但是还是要符合上面的要求，来，这个没有。加的加的五瓶，好。
们多少？三个多。男的也一个人。谁呗？靠边不？但是我说我们以后没有双脚，要不要双脚？双脚。然后我再稍微提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师他今天有做一件事情，我觉得也还不错，就是今天我有请子欣帮忙拍那个判子写下来那个讯息。那未来那个应该这件事情会是常态性的啦，就是不管是太子或者是任何人家，包括是李军军，都会采访是人类听众的事情，那会现在那个不管是讨论时段啊，三十六在上面，就可能都会拍下来给大家去做那个那个。谢谢参参对参考。辛苦了，参考。然后第一个是让你们了解上头写字的时候，这些要切太多。有时候他写出来我们有点看不懂，你看多了就懂，是懂这个字。但是里面的意义，你们多看多看，或者你们有看不懂的可以来请教我。好，来请教我，我会跟你们说。对，大家就是论道，在太子或者是。帝君或者是任何神驾下来写的东西，我们未来都会分享给大家看。那大家如果在上面解释不清的，或者说自己看不懂的，都可以来问我们，好，让你们更容易进入状况。好，但是很多人很忙，这到时候可能还是白工做没干。那个，我只是想到你们要跟学生愿不愿意好都在。乖乖这个是就是也是未来就是可能有想要往上爬的，或者是现在的大饼脸，大饼脸，大饼脸，那个蓝色大饼脸，那个蓝色吗？陈冠宇，左边穿蓝色，然后我那是大饼脸，变态那个，他用水光去做色感猫的那个，理不理的话，他就给那个老师那个黄光老师，这个会是常态型。到年底之前会是常态性。OK， 好。然后如果大家有反应、有回馈的状况之下，大家都有在问、有在提升，会持续下去。那如果说，如果大家对这个还是兴致缺缺的状况之下，我也不会再拿这些东西来跟你们分享。真的能看到的就是在组织案上面的，就这样。OK， 了解。这个给你，谢谢太太。好，然后还有吗？没有吧？你要等他们。就给张一姐。好，张赫，谢谢太子，谢谢。就给那会会绕赛。会会绕赛。就给杨美君。好，我绕。好。太子蓄势待发。开会你来扫吗？公主没有，王子欣，王子欣跟方云珍，还有许欣雅，阿雅啦，子欣、怡珍，还有蔡嘉玲，子欣、怡珍，哎对，我们家有没有交代的？有没有觉得可以给？子欣可以，其实哎，我讲一下今天那个问世的一些调查表，那就给子欣吧，其他就都在优了，然后。小明大概是阿玛金，黄金应该是插手的。还有多在那边没有？好，有没有给我给？有。啊，把衣服脱掉，先拿。这个我是不是已经讲过？就是那个爱情时尚会的那个活动。也请大家帮忙推一下，我们有一个美女啊，美女，改个方向，但是这么长的，改个方向，他都改了，一样，五五五一五，哎，送，恭送太子。心中都香，都在他的下面这样写了，看到。我在那边，我就已经发现问题了。
看会不会处理啊。好，然后再来，我想一下，应该，这些都没有，排一排吧。年纪太不要回家。小熊，这边看你就完了，这边完了吧？对啊。